这有新的感觉，真正足奇妙的。我的身躯哦，逐天都有无同款的变化。我只要想到我甲玉珍爱的结晶伫个巴肚内底，一天一天大汉，我就感觉我充满爱的力量。妈，等一等，玉珍也无跟你结婚啊，你妈有袂叫哦？哎呦妈，我只是想讲哦，要让我的宝宝感觉伊是伫咧充满哦幸福快乐的家庭大汉。我知影你之前哦对我有一寡成见，啊，不过袂要紧，自即马开始哦，我会全心全意做一个好妈妈、爱宝宝。你看，我去买足侪育儿书咧看咧，你看麦。你昨天还约我来家，到底有什么？玉珍不爱接我的电话，我只好打电话给你啊。哎，宝宝，你看，今嘛是阿妈在阿你忙诶。妈，啊，之前维园五星的时阵，你拢有叫三顿，一定许煲汤要给伊啉。啊，我甲金生当时会当啉到你的爱心煲汤啊。你即马就还未满三个月啊，等囡仔较稳定的时阵再去讲。先做我感觉，你对阮母仔囝态度足冷淡的啊。你若是无啥物代志哦，我店内阁有代志要无用，我先来走啊。等下啦！迄天伫个虎山口，你甲玉生答应我的代志，啥物时阵要进行啊？啊，迄天的状况啊，乱糟糟啊。我一看到刀啊，我规头就戆起啊！我袂记我讲啥。你甲玉生讲会照顾阮母仔囝的生活，我黄玉生当时要甲高维云离婚啊！还是恁两个人想要做双面人？伫个我伫维云之间，安尼骗来骗去，等我囡仔生出来了，就直接甲我拆开！哎呦，你当了是啥物路用啦？是刚刚提包倒来，伊若甲我威胁？天下间哪有你这款妈妈啦？我就是替我的囡仔洗手，我无希望伊以后亲像狗咁，靠你咧打来打去。你当时不要跟我云挂出去，我一个心肝我真袂服啊！爱玉生的维云，离婚无可能啦！你给我坐下！你是不是搞啥啥？我太袂跟你讲哦，我绝对无可能答应和你离婚解大门啦！还有，若是玉生不甘离开维云，我嘛敢那承认维云这媳妇，趁钱嘛钱嘛袂发现，你趁得死心嘛？啊！你巴肚内是阮唔解骨了，看你要什么条件，做你开出来，阮一定好甲你弥补。啊！若阮唔甲，绝对无可能答应玉生离婚。你昨暝是不是在叫你妈那边睏啊？我连传讯息给你，你无回，我就烦恼的。你是在创啥？我知你最要紧，美颜毋捌倒伫咱眠床顶啦，所以我甲床顶拢换掉啊，啊，佮有被单床单全部拢换新的，拢摕去单掉。我最近嘛咧想重新设计咱的房间啦，希望当互你有一新的家的感觉。唔免啊，遮的物件会当换新的，会当单掉。啊！不过你予我的伤害，
已经刻入我的心肝内，要安怎换新的？慧玉，咱重新开始好无？那安尼林美妍是变怎？囡仔是变怎？我全部拢无啊！但我较早做囡仔时，我的心无稳定，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是少确定的，就是我希望我老的时阵，我身躯边开的人是你。你讲的话真好听的。我差一点仔就予你的甜言蜜语骗去啊！不用，我只个真正是。咱阿公无这么侪年啊，拢无啥物好话。我无希望伫个最后的时阵，阁还继续听你讲虚情假意的话。我知影你甲美妍甲你高高低，啊，不过，啊，你甲你家己的囡仔放生，迄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，这才是你心内想的。慧玉。我直接重新甲你退还，以后我所有的钱啊、啊提款卡，全部拢交予你。你若无希望，我甲美英有任何的交叉，我把工作室关掉，回去别个店内底斗相共。我24点钟拢守伫你的身躯边，我甲求你，我搁一届机会，莫离开我，莫离婚，好不？你不是讲要跟维云离婚，你不是讲要爱我跟宝宝，你想做反背我就跟维云离婚，你是在对待我？你想做你骗我，你骗我，你讲话，你做你对待我？我老实跟你讲，你的行动今日是从蒙把囡仔提掉，为了要保住宝宝，我才按耐你。啊，唔过既然你无要把囡仔提掉的意思，我跟你讲。我是不可能跟文云离婚的，所以我若是爱你离婚，我就要摕我囡仔的命来比你。你若把囡仔摕掉，你要摕什么来威胁阮？所以早就暗算好势啊！在妇产科的时阵，你只是搬戏要给我看。不管我是不是有囡仔，我对你黄玉生来讲，就是你穿过旧的，你要再叫啊！你根本就无要娶我，你现在你对待我，你讲你现在怎么样？你讲啊！哎呦，我刚才就跟你讲的遐尔明白啦，你哪个不相信？好好，莫安尼激动啊，你咪动得太急，你要害黄玉生啦，我替你拍啦！你这唔正经！你有人做什么渣男啊？你伤害我，人家美颜，连我这做妈妈都替你感觉见笑啦！你敢好好反省啦？看别人弥补，再到我原谅你啦！你哟，你哟，你！你拍这么小啦，是咧拍蚊啊？伊欺骗阮的感情，你唔只拍到大力嘞！我阿妈，代志已经无法度收煞啊！你拍玉珍是要拍予谁看？我的关系已经走到死去了，我真正就忝。我做公亲吼嘛做个就忝的，我拜托一下，啊恁三个啊，是毋是会当赶紧想办法好解决一下好不好？啊，规天安尼吵吵闹闹，我嘛真正得要记在袂掉啊。高慧云。是不是你讲威胁玉生？那么玉生叫你爱我，伊哪有可能会跟你离婚？拄起来你嘛看到啊，是黄玉生在救我，甲伊重新开始的。搁再讲，手头有代志会当威胁伊的人是你呢，公司的代志、囡仔的代志，你拢占伊阿面呢。你是安怎玉生不爱听我？我这么好，一定是你做什么代志，我唔知呀。你讲，你讲，讲啊！这个我
恁无关系啦，妈，竟然把因带走了。哦，莫怪人讲哦，带细姨无用一世人，安尼忝的拢我啦。妈，我不爱出去，我叫你好，你连都不爱听我，我不敢话哦。妈，真的啦。我惊惊，我不爱。真的啦，你出去。你完了吧？你应该关心的人是美颜，不是我。伊为着你已经气消，敢失去理智啊！继续安尼落去，咱三个人拢痛苦。喂，我黄玉珍身份证后边无得跟你一个人，我这想法是永远袂改变的。只要咱阿婆讲心，你们有一天一定会知影。无法度介入咱两个人中间，你自动会退出的啊！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决定。虽然我真正就唔甘这个，不过我已经无法度回头啊！真好，等下我会开一个虚拟货币的扣子给你，然后你传到周星桥，伊就知影应该安怎做。你莫夹着钱，人送到位，恁就走，安尼应该一点仔风险都拢无。阿姨讲吼，青木社长想用教伊，总裁你话还袂讲煞，迄个时阵我就感觉总裁，你这个计划绝对万不一失。啊，是有甚物死角差，应该就是你甲你的手啊，叫周志尼看到恁的面啦。不过我想，你应该无遮尔啊戆才对啦。总裁，请你放心，代志从头到尾拢是恁两个叔仔叔做，我甲英雄只是空气尔。明仔再好好表现，唔通我对你失望。哎，那还没困，还休息啊？来，坐。最近你辛苦啊，我知影你心肝内真艰苦过。我想这件代志应该也真紧就会结束啊，珍妮啊，一定会甲照常共款，安全回来。是。即边以为你出手，才会这么紧就赚到赎金。啊，不过迄十五亿是毋是淡薄仔委屈酒家？敢会？大家拢讲好啊，敢毋是？因为状况足紧急的，就当署长才会答应啊。丽红是我的好姊妹啊，啊，咱以后要结亲情，我真正无希望伊以后外头怨叹讲咱这么歹。恁老头厝，敢毋是有留一条十亿的钱放伫遐？啊，即马摕去做啥物用途啊？